时隔几天又见到他了，我要走了。啊？什么意思？我跟我妈说，我现在不想考虑感情的事儿，我想出去学习学习。去哪儿？英国。林叔已经帮我联系那边学校了。陈奇。嗯。还记得小时候玩的游戏吗？什么？前面那棵树，谁先到谁赢。但是这次规则的变异。怎么变？这次谁赢谁不赢。如果是小时候，赢方肯定会回头，一顿炫耀。好。石头剪刀布，嘿嘿，我赢了。也开始来吧，石头剪刀布，给我了。哎，你包太大了，那怪自己腿短了。我就不信我一次赢不了，你再来。石头剪刀布，不用赢了。来吧，来吧，哎，石头剪刀布，来吧，石头剪刀，他赢了，不准回头，我们说好的。儿媳，这次快乐一点。这次放你先走。可惜我是一个平凡的人，怎么能配得上你的青春？难道用一句苍白的责任，让你在街头吹着呼呼的冷风，